も26歳ありがとう。大家好，我是蒋爹。今天呢，要帮文当庆生，要送文当的礼物是这个戒指。为什么要送戒指呢？其实是有原因的。你们交往已经超过两年半，那文当他已经想要戒指有两年了。因为我都觉得戒指好贵，所以都不想花这个钱。文当就说，不然送我，因为他想要当对戒。可是我也觉得不想花他这个钱，所以就还是拒绝他。因为我拒绝了两年以上之后，文当就开始觉得，会不会其实是因为我不想被别人知道我有男朋友啊，让他可能有一点害怕。那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啦，我的脸书粉丝专页有写过，去年他生日的时候，我刚来日本，刚好他生日那一天我的电脑坏掉了，他请人家帮我修电脑，然后还修不好，到最后就变成要买一台新电脑。那也因为这样子，就是突然爆了很多钱，一天的行程都因此就全部取消了。那一天有因为像没有让他过很好的生日，自己有一点自责，然后就自己生闷气，文当还要来安慰我一整天，就有点像是给他的赔罪啦。我也觉得说，就是可以送他戒指，让他开心一下这样子。但是希望他今天可以很开心。这就是我预约的餐厅。还有农民后代，就是有喝到饱的制度。第一道前菜。前菜吃完之后是上披萨，它这个是布拉希。私もあれ期待。シラス好き。マルゲリータが良かったな。マルゲリータは私あんまり好きじゃないかな。あ、美味しい。美味しい。ニンニクが効いてる。味濃いよ。これは？それルちゃん。这一瓶是他们说他们是自己做的那个糖心子的油，然后可以配披萨一起吃的。どういうところが美味しいの？ニンニクはちゃんと効いていて。あれ、確かに。下一道是意大利面。我们点的是奶油的，因为我们两个都喜欢吃奶油。めっちゃ美味しい。パスタが美味しい。弾力がある。あ、そうなん。長芋。あ、さつまいも。然后是主菜。皆さんは宇宙人を信じてますか？信じるよ。僕も信じてない。なんで？じゃあ実際に見た人っていますか？あなた見ました？じゃあなんでいるって思えるの？すげえ。線香花火だ。ハッピーバースデー、ルミちゃん。ルミちゃんそれ計画したの？計画したよ。なんで？ズミヤ君の誕生日だから。ありがとう。谢谢你。不客气。最后的饮品，我点的是卡布奇诺。文当点的是红茶。お、4度 C って書いてある。お、2個ある。文当要打开我要送他的戒指。那其实跟文章的两根戒指都会放在这里面，那另外还有一个盒子是跟我们分开装的，总共有两个盒子。这个是讲好了。里面有两封信，一个是给男生，一个是给女生的，里面是写一些戒指的保存方式啊，还有保证书。说明书吧。对啊。说明书。说明书。然后我里面有给他一张卡片。これはまさかのルーちゃんのハリネズミ。これめっちゃ可愛くない？这个也是我来 Lopton 买的，我觉得这个超级可爱。可爱可爱。
26歳になったね。ふみやくんの24、25、26歳とも参加できて本当嬉しいよ。26歳になってお互いもっと成長し合って理解していこうぜ。そして26歳のふみやくんに私はもっともっともっと愛していく。お誕生日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大好きよ、るちゃん。もう26歳ありがとう。2個あるってことはペアリング。じゃあルーちゃんの方から開ける。他说要从我的先打开，可是我的是空的，等他打开才会发现。何もないよ。大の分でもこっちに入ってるから。ちら。わあ。お、ありがとう。豆腐はある程度仕事も覚えたから、それをもっと活かして。うん。もっと社会に貢献していきたいなって思ってます。うん。あとルーちゃんをもっともっと愛していこうと思ってます。文章还拍他想要上传到 Instagram 的照片，他拍的超认真。现在我们要戴戒指。哎。私？え、左手、右手？好漂亮哦！漂亮，漂亮吗？可爱，漂亮的哦。现在我还帮文当戴戒指。哦，どう？ぴったり？ぴったり。おめでとう。谢谢。不客气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啦，然后感觉他好像还蛮开心的，那就大家也祝他生日快乐吧，拜拜，单个比我们得多，谢谢。